即马咱过来看即个十五页，十五页就正式本经安尼，就是解说本经的经文啊，哈、哦。这叫做正性，正性就讲甲乙俱分。啊，将咱来甲看哈，文章文字经义内底经文，如是五文，一时佛在王舍城，哈、哦，稽下古山中，五台比丘众八千人故，菩萨摩诃萨，哈、哦，万六千人，该得阿比不得。将诸佛土如来智慧，世界一生同得无上正经大道啊！啊，即嘛，伊头前讲这大比丘众，有那是尊者，拢总会当得到阿比菩提啊，甚至搁在有他方来即个菩萨，叫做一万六千人，这叫做将诸佛土如来智慧啊！呢，啊。现在我们来看以下正式经文，这正式经文里面是以一般释经的通例分本经为三分，这我们金刚经文这样写，对不对、哦、就是书分、正宗分和流通分，金刚经我们也是这样写，不过我们有写得更详细，这个书分是一般有通书和别书啊、哦！啊，这个通书，即马恁写边啊，另外一个名叫做《正信书》啊。好、哦，一个名叫做《正信书》啊，了解吼、哦。《正信书》就是讲，这本经典是佛陀讲的，无唔对呢。啊、哦，这本经啊，所以这个书呢，就是说明这个刚经的缘起。刚经缘起就说明每一部经是什么款的因缘讲出来的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好？所以这个书分定义的这本经的读卡，好、哦，好像有人的头部，啊个明白。安尼，即马咱就知讲，这本经是什么人讲的？啊，讲有甚物款的人听？啊，所以这本经的水准真高，听的大比丘众是拢从阿罗汉道，啊，甲这个他方来的一万六千的菩萨，安尼可能这本经是非常有水准的人集会，啊，甲佛陀甲讲这本叫做《般若经》安尼。哦，所以这本经听得到、看得到，是应该是相当的好因缘安尼。啊、哦，这个书分中有分到一个，这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正信书。所以这个正信书哈、哦，就是证明这本经是佛说的，予咱人唔免怀疑安尼。啊、哦，这个叫做书分，啊，这书分应该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法起书，啊，搁在已经晓得别书。别书就是这本经，就讲对这如是五文，哈、哦，如是五文，这个就会当相信。这句话虽然是阿难尊者讲的，阿难本身听到，不过各有遮济人听到呢，各有遮济人听到，有一有八千个大比丘，啊，搁再有一万六千个菩萨，安尼这个唔免怀疑安尼，安尼较叫做正信书。安看好无？看得懂没有？因为阿难尊者讲的啊，讲如是我们，这是我亲身听到的。啊，搁在迄个中间佛陀伫对住遮，啊，甲偌济人安尼嘛。啊，再会水准拢总是阿弥陀佛讲，拢总是不退转的嘛。好、哦，啊别书是安怎讲呢？别书就讲段落无同的段落，无同的段落，譬如讲如是我们。一时啊，佛在佛啊，在王舍城稽下古山中，安尼这个叫做别墅，无共就对，这一段无共，
所以讲这俩来对都总结咧个因准如是我闻，吼、哦，啊个下面较佫讲，就是正信书的个别段落，啊、哦，比方如是我闻一时安尼，按这佫一段一段一段，诶，这个内容叫做别书安尼，你家己写好，无因为即句话吼，即句别书我当时是无写出来，我当时是干那写发起书安尼尔。在金刚经发起书，啊，加这个正信书叫做书分啊。啊，说有这一别书，就是这无同啊。但是本经是给讲迄个个干料，比如讲大概讲，比如讲佛说阿弥陀经啊，哦，小乘今有通书。啊，说这个通书内底叫做书分，哦，正信书叫做通书，安在哈？但是这个。这个经有同时，譬如讲如是我闻，这就是一切经典所共有，就是因为一切经典同时阿难尊者看到佛陀要涅槃来去哭，啊，佮另外一个尊者讲你唔通哭，你唔得去甲问佛陀讲，问佛陀、哦、有四种的问法嘛吼，因为讲佛经将来我那是要再重新整理，要互人相信这本经是佛陀你讲的。我要立什么做头前？啊，唔，佛陀讲立如是我闻安尼。啊，伊毛讲肌肉，这个攀比丘给高管啊，像这种人变转，用你就给他赶出去嘛，叫做灭变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将来要以什么做我的师？师你呐已经涅槃，什么人要做我师？伊毛讲用迄个数量处，啊，加这个啥，加这个概论嘛。是不是金刚经下呢？哈、哦，用这款。啊，这么这个哈，从佛灭涅槃，各说阿难，将来结集佛经，应该讲如是我闻啊。啊，所以进来对这个就是佛经的特有题材，是佛将涅槃的时候讲出来。啊，这本嘛是佛说的啊，所以佛说是伫王下城基，这个叫基下骨山中嘛。啊。啊！你这段了解无？这段书讲安尼了解无？不要动一下就完蛋完呢。安尼看好无？恁女将看好无？有啊，唔单是阿个听落去。哎，男众呢？听有吼？即马来哈，通书就是正信书。哦，通书就是书分，书分内底就是正信书，叫做通书。但正信书书分有一个正信书甲法起书两种。哦，搁再讲一遍啦，证明这本经典是佛说的，啊，搁有偌济人伫遐听安尼，啊，可信度是十足，卖怀疑安尼。啊，这个发起书哈，发起书是讲睡眠本经是何种因缘安尼。啊，何种因缘，咱即卖来跟咱讲一下哈。发起书就是二十一粒，发起书二十一粒吼，恁甲看一下。咱金刚经的阿难，这个叫娑婆地发起嘛。啊，即卖这本不是娑婆地发起，二十一粒恁甲看一下。是不逆时世尊各大卡下安尼，伊主动讲的。啊，金刚经是娑婆地发起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即个叫做发起书，安尼看好无？啊，啊，即马搁再看哈，即马即个就是啥呢？用意义来甲讲，说时方人为令人相信，就讲说了的人。所有的人什么人就是佛陀嘛，啊，要让人相信安尼，令闻法的众生相信，啊，唔过好听法的人会信众啊，有入进来得人啊，入进来得就讲要让人相信安尼，所以这地道人讲这部经有时间有地点，含这个搁听法的大众。所以足见得信是有定的，所以通书也叫做正信书，所以通书或者分为六种的成就，
这六种成就书在《金刚经》有哪有写出七种？这六种的成就是两寿菩萨分的，啊，但是真体法师分作七相，啊，观佛、观光佛地论，甲家己做五种安尼，啊，所以即句讲两寿菩萨甲分作六种，第一，哈、啊，如是，就头前即句如是，哈、啊，就是信成就。五文就是文成就，啊，即嘛即个三一时就是时成就，第四佛就是住成就，住成就就讲有说法住安尼。第五叫做第一点就说法之处，就是即个王下城、基下骨山中，即、这个叫做住成，即、这个、第一点成就。第六听众成就，听众成就大比丘众，八千人窟。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安尼，拢总是水准的阿毗跋帝，就是不退转的这个才成就呢。安尼，这个较叫做六成就安尼。啊，到这个状况，这个法来到有遮侪人结集底下，转两万外人底下。啊，两万外人就是八千的大比丘，加一万六千，安尼多偌济？两万二嘛。啊，住成就就是啥？就是佛道刚刚好，即两万二、两万两千种，而且有水准不退转的在信众听安尼。好、哦，这叫做六成就。我阁讲一遍啊，如是就是信成就，就是你绝对相信，这是如是我们的、就是、如是的佛道讲的。啊，我们就是第二叫做阿难听。啊，但是阿难听呢？迄、那个一时就是时成就，就是、时间成就。啊，咱这个金刚经有哪有讲过？第四叫做佛，就是住成就，就说法住。啊，第五就是地点，就是说法之处，就是这个王下城家。啊，怎么这个第六的听众，叫做文化之众，以及结集的人员，好安尼。啊，结集这是后边，哦。这安尼，这是咱真正讲。啊，那么真体法师的七数分相哦，咱卖阁提起，恁看金刚经，啊，甲观光佛地论，甲入藏五书，哦，迄个金刚经内底拢有写安尼。安尼听有无？我阁讲一遍啊嘛吼，应该听有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么来哈，这么下面咱来甲解说，用五书来讲。用五事，伊即卖伊家己本来是六种成就，即卖用五事。五事即个就是即个观光佛地论分出来，分出来即卖即个就较简了。比如讲观光佛地论讲如是五闻，是说明这部经阿难亲身听到安尼。即卖即个五事就变作安尼啊。啊，再第二就时成就，就讲说本经的即个时准。第三就佛说法之处，就是佛道。啊，再来第四就是在下位，伫王下城，王下城这个基下骨山中，哈、哦，就是说法的地点，第六就五大将军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这个叫做基础五术的法门啊。安的头前讲六种成就，么这个就变成五术啊，哦，安看一桩如是。如是五闻合作一项，啊，头前六成就如是一项，啊，五闻一项安尼，都这个所在差别尔。所以这句话就如是五闻，吼、哦，伊无甲拆开啦，吼、哦，拆开就变如是，啊，甲五闻两种人如是哈、哦。来哈，意思是假讲，这个法门，这个大乘菩萨法。的法门是我所听闻安尼，吼、哦，我家己听到，我阿难尊者听安尼，吼、哦，我的有那会使讲结集者阿难，啊，像那个个像那个结集者，真个我阁甲咱讲者，即个个法起事中间有一个法起因缘，甲一个结集因缘，结集因缘是大家摄作主一千个罗汉为父安尼。所以这个叫做结集因缘，是在地主中阿难
伊含佛陀是同样的，所以后边出世了，伊搁再注重佛陀真人讲的经，搁再讲我听呢。做个结集的中间，阿难本身讲下面要讲的是如是我本来呢。哦，就是即马要结集的这经观经文，是我阿难亲身听到的。哦，安尼来就知影嘛。哦，即马来我本哦是将亲将佛本。这就是将佛弟子颠转传闻，啊，那颠转传闻就未使讲五闻啊，未使讲如是五闻。有时阵咱这个讲听到，有时讲道听途说，这个不对啊。在路边听人讲啊，这个叫做道听途说，安尼是未标准咯，要注意哦哈。啊，了解无？但是这个佛法绝对一句都未使偏差。所以不能道听途说，道听途说的话吼，可能拢有出差错。所以我唔好甲恁讲，论有哪出差错。除非大乘的论，譬如讲大智度论，迄是个解说，即个个法界部，安怎吼？但如克书地论是个讲佛陀的即个其他说，一般来即如克书，这两种论绝对袂唔对。啊，那其他净土论可能参差不齐啊。啊，所以咱即摆计讲世间话是作者啰嗦问，十正洞内底讲的是七洞讲一类，七洞讲一类，吼，在一洞只能讲一类。啊，基于一种政治纷争，啊，佮造成社会不动，哎，不安静。啊，佮佛法论有哪会出差错，但是该应该袂出差错。啊，那经是佛陀真正讲有哪袂出差错，叫做经叫做如是我闻，论就袂使写安尼只啦，安怎吼？譬如咱当无计讲金刚，金刚什么经内底，金诶观光佛地论，那么这都论啦。佛地论就是个论说这个观光佛地经，安尼这个论就可能含伊个本论都无同，因为这个观光佛地经是佛陀亲身讲的。不过你要讲讲方详细，搁再讲讲方听，这个较叫做论，叫做注解，哦。破这部内底注解出叫做大智度论嘛，安怎吼？这个是小法会唔对，那大乘论嘛是注解为先，吼、哦、大乘起信论嘛注解为先，这个可能未当菩萨嘅论呢，可能未当达到佛陀本身所讲嘅经，安尼这个就有出入，加减拢会出入得着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就讲这句话，我阿难前先听到就是佛陀伫底讲嘅安尼。安尼，这个都唔比含说法少上，这绝对可信度100%呢，吼、哦！所以阿难讲五闻就是表明秉性不说，就佛陀亲身讲我听，唔是结集者的杜撰，这杜撰是啥？乌白凊彩讲讲的，就信口开河讲讲的，安尼叫做杜撰歪闻，还是杜撰这个歪疑？哦，啊，这个杜撰是安怎讲呢？因为这个，这句话对来，我来讲。这句话就是讲迄个啥呢？迄、那个道，迄、那个个道家有一套叫做道宗，啊，这道宗是啥物人写的？姓道的一个人写，啊，是乌白传呢？哦，乌白传敢听？敢听？就信口开河，那像迄白贼人乌白传啊，这传就是含一句意思相像。我跟你讲，道宗是姓道的家己去传出来，迄、那个叫做道传。无本来《道德经》重要是本《金刚经》尔咧，啊，才伊安尼共偏到一套偌济，才一本。我当时想讲要甲买一套倒来甲藏咧，毋过看到这本杜撰外文的杜撰的典故，哦，安尼这本摕倒来加顶落，无作用，所以我就无去买安尼，啊，知影？啊，所以要买吼，佮讲一句实在吼，《大藏经》是大正宗上正确。啊，那迄个乾隆宗就无啥正确，乾隆啊，迄、哦那个时阵所经历上都无个正确，啊，了解无？所以咱买这个经吼，迄、哦那个有人间搁在修正过，迄、那个有都无个正确，啊，了解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即马即句话讲，唔是结集者杜撰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较讲安尼，所以当初大众结集的时候，阿难算算，如是我闻。
啊，佮经过大众的心电，安那大众心电，譬如讲，伊今仔要讲这个法，遐有一千个这个个正道的阿罗汉，吼，而且伊才讲出来了，就讲阿兰讲这话有正确无安尼，而且因个人有问一步一步安尼，个人听讲伊讲安尼有正确，啊，佮内在结集来对人，写伫啥写伫背后呢？因为当时是安尼啦，吼，无笔啊，也无纸，啊是印度种背后。足大许，啊，采取来记录起来，啊，甲传承，甲今仔日甲个重新翻译，甲来甲咱中国，但是翻译哦，有那未当百分之百哦，你知无？所以当时这个上啊，这个唔知道德安啊，啥物人？当在经典哦，有诶字解成文不及义，有诶是解成无啥对，所以伊吼无照经文来讲解。伊敢若按照啥？按照着伊这个经文读个顺序改安尼尔，安尼就经过翻译，无奈出差错安尼。哦，啊，但是这鸠摩罗什都未出差错啊。鸠摩罗什未出差错，所以伊甲讲安尼，讲如果我今生翻译这个经文若有一字错误，吼、哦，我甲我火葬了，我的纸有哪烧去？但是如果呐无自己错误，加火葬了，我纸无烧起安尼，安着可见百分之百无错误。所以鸠摩罗什火葬了，迄、那个纸烧不起安尼。安怎吼？安尼就是鸠摩罗什所犯的就无错误呢。安听无？这个代志历史我有写伫《金刚经》内底哩，啊。啊！那《心经》我有写出唐玄宗的这个传记，写在内底。哦，这边给大家附带来知影。但是现在在讲经大众心定了，公认为佛说啊，含有一地无尽的意义啊。就讲佛陀讲的这个，这阿难尊者如是我闻讲的这话，是我亲身听佛陀讲的，按都无准算。但是迄个一千个，这个比丘同这个集经讲阿难讲迄句话。完全对，含我记录的拢相像，安尼叫做一地无尽。吼、哦，安尼可信度就十足。但是即马来哈，也就是因为如因此啦吼，所以古德解说文如义，哈、哦，叫做是安尼，叫做如是。文都含义相像，安叫做如是。安听，安那讲说文含义无同，安都不如是啊。那就讲今仔这个团法，吼、哦，如法如理如实，刚经文啊如实如理，安尼文啊才叫做如实啊。啊，那你刚经家己杜撰的是作者人是安尼，迄都不如实啊。啊，团改家己去编的，文啊不如实，所以团改一定要注重，迄、那个概述是正态，正态就讲卖讲话加卖胡白起心动念。安尼，这个叫做较接近如是，因为要过一天的出家生活，安尼个叫做如是传法，安尼较正确安尼。啊呐，安尼正确，众生得到是这个功德，得过着一天出家生活，这个功德，就叫做如理如实啦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即卖这个下文的文句，无佛说，怎样？叫做如。不增不减哦，都无加一字，也无减一字。但是当时道安看到最初翻译就是无对，所以甲家己顺文改字安尼，无照这个字，无吼，无、哦、照这个文改字是顺义改字，安尼比较正确。所以叫吼，但是其中的意义正确恰当，吼、哦、正确就恰当嘛吼，叫做是安尼。啊，那不偏不倒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不偏不倒，但是通俗，而这个本意精神为主要意义嘛。所以这个通俗，咱都冇讲过嘛。这头前只吼，就是来这分一个啥，分一个叫做通俗，分一个精神俗，对哈、哦？就是可信度非常非常的正确呢，啊、哦。做这段，这个翻译无错误，但是佛经内底翻译拢无错误，按了解哦。所以今来在讲，这个
同时本以正信为主要，以及所谓修善，来去先甲讲如是我本安尼，这里甲表示出来。我下面要讲这话，是我阿兰亲身听到的。啊，阿个好一千个，一千个这个其他这大比丘，好、哦，甲咱正信阿兰尊者讲的话无唔对安尼，安尼看唔看微乱后世了？微团后世较袂唔对嘛？啊，你敢听有？哦，阿祖进来咧讲，即表示了，表示了确实可信，唔是乌白阿兰杜撰的安尼。哦，安怎啊？阿祖即个不错哦，以为学者所可以信修奉行法门，就讲即本经典，就是讲大藏经内底有立即个个五如是五门，拢总有十足可信度，会使依教奉行。啊，依法奉行安尼，啊，你看我，俺都无去创嘛。但是这个第二叫做一时嘛，吼、哦，这个是我说哦，即马这个是干人我说尔。这个一时就讲说法的甲听法的时间，啊，讲到时间不但是世间的历法，吼、哦，但是有年月日种种无同，某一日，啊嘛是有一日无同安尼。啊！但是现在这问题讲，如咱大概伫这时间，从菲律宾的时间，菲律宾马尼拉时间就差一点钟嘛。啊，那差美国咧，应该是差十几点钟，差十几点钟，敢知啊？十六点钟啊，十八点钟。哈、哦，安尼唔着判定什么时阵嘛？啊，搁再另外一点讲，全人类用的时间。啊，甲其他天上，安尼讲，大概无同。譬如讲，佛陀伫灵，伫迄个个地藏经，伫迄个陀利天讲的。啊，陀利天讲，咱嘛知影咧。陀利天讲，一日咱只一百当嘛。啊，你要哪定时间？所以准归纳做一时安尼尔。好，啊，那海莲经讲的，像迄个十善业道经，迄个时间又阁无同。当然，因遐嘛是有即个时间，所以歹用。实相业道经要用的时间是变哪定？啊，伫脱离天变哪定？啊，像即个法华经是盖寡法变哪定？所以说嘛，真的无共。所以咱即个说，哈，佛陀是一切时间全人类的佛陀，并应该毋是讲那全人类佛陀，哈，毋是安尼天人的佛陀嘛，是家己真内底。所以并无限伫印度一带，吼，因为当时吼，佛陀伫天上讲，伫界外讲，三界外讲，搁再伫海莲王遐讲安尼，啊，所以即个时间就袂当决定，所以法会始终过一段时间无讲年月日时啊，歹定啦，所以叫做一时尔，吼，安尼即个就是第二五事。就是一时，第一就是如是我闻。那么第三佛，就是宣说法门的法主，还是讲法王。比方这个修行法门，是佛讲的啊，叫做经嘛。所以这个佛的意义是叫做觉者，这应该咱大家拢知影。好，但是为一切究竟的大觉者，会通称。所以比方三世诸佛，安尼才叫做大觉者。啊，菩萨嘛是觉者，啊，可菩萨啊未当达到无上正等觉的嘛，伊是正等正觉尔。啊，那阿罗汉是正觉，所以未当称大觉者。唯有佛陀，就是讲十方三世诸佛，才当称大觉者，叫做佛安。好，啊，即嘛来，这个所在是当然，咱这个娑婆世界佛陀诞生，伫这个个。差不多三千四十年遐，到咱中国历史迄个周昭王的时代，吼、哦，就是佛迄、那个时阵吼，佛陀诞生，所以佛陀就是大觉者呢，所以叫做佛陀，就是大觉者，所以释迦佛是出现在咱这个世界的佛呢，吼、哦，这个无共所在，譬如他方的世界有他方的佛。
哦，啊，咱这个世界即世界，所以咱这个世界教主，只付一个只释迦牟尼佛，爱讲经互咱了解，安怎有解脱？所以咱这个世界是宣扬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佛，哈、哦。那么为什么称作佛？咱知吼，众生一味在生死中，拢未当得到解脱，就是因为众生无明造业，顺十二因起烦，安尼无明行，安尼造业到不断的生个恼事，这个就无算教。但是这个阿罗汉以属性地来，这就是有那个人提醒。众生的苦就是因为执，啊！但是重要是跟咱讲苦，甲执的这原因，甲生死轮回的主体，而且伊讲个，咱若是要达到这边，就一定要移道，所以这嘛是负责跟咱讲的。哦，这个叫做消善教、消善行内底，得到大小解脱，这个袂当成分。哦，但是众生一味在生死中，当然袂当解脱，所以定结在这个情。情感知影，这情叫做感情，还是迷情、精神？即马我甲注意讲者，夫妻情、男女情，做心结。比如讲，你为着要爱对方，啊，要顾对方，你同时爱努力去赚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安尼，这叫做情。啊，若万一有变化，这个情变化，太对方。有无？有社会这个地方，害对方，怕对方。情有顺情甲逆情，安尼，这个顺情啊作业，啊逆情嘛作业。恁记一下哈，这个情爱看会开哦，一定爱看会开，唔当因为感情来造成个人受到情所绑安尼。你个想讲阿兰尊者含摩登克因查某囝，过去因为感情牵定。啊，拄啊，共五百岁夫妻，这嘛是一项真无正常。讲世间话是正常啦，啊，若讲出世话是无正常。所以咱有一句话叫讲，迄、那个因欲爱好，较会伤心苦啊。因欲爱好都是情，所以因欲爱好了，可能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呢。哦，叫做伤心苦啊嘛。恁来注意哦，看甲破。我那是正常生活，安来当度对方来修学，听见无安尼？啊，绝对唔通对方甲你牵死，我甲你讲真正。啊，有勇气，个人勇气求得出力安尼。因为有时阵你知影呢？啊，你知影讲翁仔某感情袂使博上交情，啊，你就小可有加放一放。啊，但是有诶，都有加收，毋过感情嘛博真当放袂落。啊，你知影你若放袂落？可能为了这个钱该做无去做，啊做迄个无该做的工作，这样对个人来讲，我一大伤害。现在小姐、在太太，刚才这个道理，知道不知道？在先生，哈、哦，先生唔能有太太白死，太太有那袂少先生白死。但是有那顺境慢慢的变化，啊了解吼，因为有时阵对方吼真固执无明，即个要注意。啊，有时你家解释就听有。这世间的复杂的代志吼，因为夫妻男女造成足侪不良的事，一张报，一个车内底人。啊！甲死一个囡仔，好无？这个查某是红杏出墙，佮夹到一个查甫的。啊，可能这个查某带因囝出来，含这查甫约会。啊，可能感情淡那边，但这查甫嘛是有妇之夫，这就是感情上去出差错。到尾可能查甫的毒死查某的，啊，佮电死因迄个囝，啊，伊家己佮自杀安尼。这算是感情作业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世间这不良的代志，有时男女是无正常，可是去女社、女馆内底烧炭自杀，烧炭自杀嘛，哈，也有这个社会新闻是蛮多的。这叫做感情冲突嘛？
所以这内底毛情有迷情，有情色有，哈、哦，迷情的就是称为友情。啊，不过友情的中间就是会出杂多，但是我咧讲动物论安尼哦，我咧讲真正动物论安尼。我才讲你听哦，就一句话讲叫做啥？同性相听嘛，异性相吸，你咧动物都安尼哦。所以有的是中心嘛，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河有哪中心个讲个，无中心讲个，有一种叫做仓鼠，你敢捌听着？敢捌看着？一只安尼小只。啊，我咧讲伊吼伊那样，人那个碰个手连一连跳都未跳起，啊，对他个了解少咧少咧，都乖乖当咪在你个手盘咧。那这个仓鼠吼，同性家己也做伙。打到老的老爹，甚至又把对方吃了了，知道不？母的对母也是这样，公的对公的这样，较强的种肉的吃死吃了了，那就是心有的事，一个公母出来，啊，这两只，不知道说，他不知道这个个性这样，啊，反正回来才吃到，他没有东西能吃，完结一下，把对方的吃，吃到从骨，到从了头，哦啊，那是公甲母嘞，两个甲夹做伙哦，揽规日嘞，规日拢揽条条安尼。你敢知影？迄个仓鼠是安尼。啊，这么了呢？那平做伙，啊，经过无外久就生囝。啊，囝出世搁甲十日，一个拄啊搁在45天，一个生囝安尼，迄囝搁生囝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情是有一种是有阵同性相克，啊，异性甲相克安。啊，所以这个内底吼，迷情安尼，迷情为本的叫做友情安尼。吼、哦，未有男女，未有白囝，未有母囝呢。吼、哦，这个那叫做情吼，男女情甲亲情这个有一个分别安尼。所以爸母时为囝死嘛是情啊。啊，不过换来嘞，对未来不好。嘛是有啊，吼、哦，这叫做情起冲突啦，吼、哦，这叫做情，可说是情是一种盲目的活动啊，糊里糊涂，颠颠倒倒，所以无自主的这个苦乐生定，吼、哦，安怎样？为着情吼、哦，来对着轮回作祟啊，所以这点嘛，所以安怎，安怎样讲都袂当主宰阶段，动物嘛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个人类安尼，啊，人类是安尼哦，有哪有迄条啥呢？爸母不是，囝无要甲顾，啊，无要甲伊照顾安尼，有时阵小可好得甲拍，啊，有种不是的老爸去食，都看囡仔去食，看囡仔去哭，伊就爱用毒药，互伊食呢，食甲互伊昏昏沉沉，新闻你敢看过？啊，我咧讲有一种叫做章鱼。章鱼伊生出来能足济，讲几万粒的，但是伊生出来能几万粒，伊食家己食了了安尼，嘛有这款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鳄鱼对囝嘛是有情，所以这个囝呐孵出，伊即嘛个大概伊一只一只囝个家己水里，吼、哦，啊个一种大猫，迄、那个孤，伊只两先生伊都无爱管伊啊，伊个先生个用刷个砍起来。伊做个游入大海，啊！再叫囝就变无人顾，甲两父囝了，所以只囝吼，差不多有5%会活尔，就是讲移动这个沙滩出来，啊！就到动物食啦，其他鸟食起，搁落去到海底里呢，搁到大只鱼食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恁伫这个国家地理还是探索，应该拢有看这镜头，所以这个世间的情况啊。动物的情吼，含世间的人拢完全相像，吼，这是情的问题啦，情绪问题。所以这个是啥呢？众生伫这个唔知讲对甲唔对中间，啊来作业未当得到解脱。怎么这是为人类来讲？就讲咱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情唔当伤过重，吼，怎么注意这点？伤过重可能会造成咱歹解脱安尼。哦，唔通讲像迄条歌讲爱你慢慢呢，有无条歌呢？敢有条歌？有一个男众唱的讲爱你慢慢呢，啊你得要舔死个，
啊，你慢慢你爱几岁？安、啊、听有？我讲敢听有？啊，你着不时偷门吹酒杯，啊，来为了家庭努力，啊，再死去，搁再熬出去，搁再做翁仔某，啊，翁仔某死去了，搁再做翁仔某，慢慢你个，啊，一时阵了七十年、八十年，你看慢慢你，你也轮到我这边。哦，这是嗯，叫做卖啦，开安尼想哈。海生一个男将，一个歌星唱的，所以感情足济出头啊。这叫做众生的卖啦哈。好啦，过去不明佛法咯，不明佛法，拢想讲翁仔某结婚了，看感情会增高，啊，唔，叫做白首偕老。有一句话吼，这实在是有哪忝啦，我咧讲真正忝吼。好，按世间咯是按那哪对啦。不过若要用出世来甲讲啦，安尼都唔对啊。因为公修公的，婆修婆的，吼，你们听懂不懂？敢知影？啊，但是你若是讲啊，都一个夫妻姻，白家情，那么一个节，吼。替因做个功德，将来看会当予伊含佛三宝结缘那边呢，这样注意。啊，爸母养育人，啊那爸母往生去啊，我来替伊做个功德啊。即便伫不管在家有一个女将，可能她的家庭也蛮不错的，迄是伫帮桥下，伊即马来开一张两百万的票。用这个是为阮老爸做，一百万为因老爸做，一百万为因老母做。阿、啊、公，阿、啊、恁老爸老弟，拢做往生去嘛？就是讲买好伊的灵识，会当含弥勒佛结缘啦。安尼，这个就真正叫做大情啦，叫做有情有义，爸母养育我，啊，就已经往生去啊。我来孝念爸母，看会当爸母将来哪解脱咧未？吼、哦！啊，有诶嘛，讲囡仔偌济互伊，伊即马着替囡仔做。咱内底则道路上安尼，替规个囝做。我讲咱听，替因先生做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即个着讲夫妻有着即、這个有即个情吼、哦。啊，有哪讲我今仔日会当解脱，我嘛希望阮囝、阮啥物人、阮翁将来有哪会当入三宝诶护法内底哩呢？安听好无？这点大家应该小可想，多孝吼随喜安尼，多孝随喜。比如你要替爸母做，啊，我再替爸母做，好伊含弥勒佛结缘。那会当安尼做，将来上无莲花三昧来得着，含弥勒佛结缘得当莲花三昧。好、哦、替做寡物，应该是无啥唔对。好，啊，我囡仔都无相信佛论，那么这个基于白家情甲母家情，我嘛我囡仔真有效，啊，即马大家拍拼。啊，无我即着替我囡仔做安尼，你敢听有？你阵互你出一万块，啊，我即着拢总甲拜我个囝，拢去拜拜，事着是为恁再去回向啊。吼、哦，啊，着阮姊妹啊，大家真好，我嘛是一个姊妹仔情，好像有那替阮大姊做，是替阮小妹做安尼。恁叫好哦，这是实在哦。一旦到有三宝付出一种金钱的这种力量，啊，当然都结缘的这款实际安尼，结缘的实际，这是实际的代志哈，安怎样哈？所以进来得讲安尼哈，怎么来哈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实意义，啊，宇宙是安怎，人生是安怎，这个真实意义，那会当如实讲了。因为宇宙甲人生总是虚，即叫做拢总是缘起啊。啊，但伊个真实机在第二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诸相是幻生，幻生叫做缘起，即个拢一定爱知影。所以令依无正法，啊，甲一切随智慧而行，啊来开当得解脱的，得大解脱，毋是乌白修、乌白做才当解脱的，听无？行倒退路嘛真侪啊，行邪门法嘛真侪啊，啊去认袂清楚，讲叫到底佛陀是分作偌济，啊，什么叫做自我解脱，什么叫做
共精神同款，这个佛了拢啊一清二楚，啊甚至对诸法缘起本空、我空法空，这个法拢会当清楚，这个开当成佛道安尼，这条解脱，啊佛道就是安尼啊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咧佛法的特质就是发这正觉啊，就是有智慧，佮达到正觉。好、哦，譬如讲阿罗汉有正觉，啊菩萨有正觉兼正定，啊佛道佮达到无上正定正觉安尼。所以一定要先有正觉，绝对袂使受到世法迷惑，受到感情迷惑，安尼就无正觉。你大家好，哦，这重要是要安怎有地位头前讲过嘛？讲过讲有法者，开当成就个人的正觉，所以由文殊修来嘛。好、哦，安怎样？所以今来得甲讲安尼啊，会当得到三菩提。即句三菩提叫三妙三菩提，三妙三菩提。哦，这个是达到正定正觉，所以这个三菩提了哈，正觉，所以成就声闻，啊个无缘觉，这个菩提叫做觉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这句三藐三菩提，伊刚才叫三菩提，所以伊进来得给咱定做声闻缘觉的性格。但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叫做无上正定觉，卡个会当成就佛果哦。所以我即马有甲你写过啊，即、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定正觉，啊，即罗汉甲辟支有正觉，啊，咱凡夫无正觉，但是咱即马渐渐会当得到正觉，啊，但是菩萨的有正定，但讲众生同于提醒，所以要救度众生，所以叫做菩萨叫做正定兼正觉，啊，即马福德是将菩萨行大慈悲道去广度众生。道家以法的愿，对四王世愿会当圆满，卡叫做无上正定觉，安尼，安尼讲相，无相，哈、哦，真正无相，哈、哦，众生是无正觉，所以不断的生死轮回，哈、哦，但这么来哈，卡成就个所以圣者，圣者会进入，当然虽然有浅浅不懂，浅浅不懂讲二性卡浅。菩萨行甲这个个佛道，这是较深，这是无共啊。不过拢总是以正觉为基本，正觉诸法缘起，吼、哦、啊！因为凡夫未当正觉，所以有烦恼心、贪着、贪嗔痴的三毒，啊，来造成迷失，迷失开来不断的造业堆落安。所以这个叫做凡夫无正觉。所以今仔日是先以正觉为主。二性也是正觉，但是菩萨性是先正觉，啊来个正定修大慈悲道，啊广度众生。哦，这个一定要先了解哈。所以今来在讲安尼，所以今来在讲安尼，所以究竟圆满的大觉者，就是佛道嘛。伊本身爱自觉，啊，佮在伊正定心觉他，觉他就讲三大阿僧祇劫中广度众生。哦，广度众生了，这个达到众生度尽，弘行佛道，像台湾安尼，安尼这个叫做觉性圆满的意义，所以它叫做无上正定觉。哦，所以称它称为佛咯，所以佛为法本，佛为法根，就讲佛道甲讲这个法给咱听，伊大觉的了，甲讲这个法给咱听，啊，就是讲这个法的根源安尼。哦，所以法门宣扬流通。拢总是由佛陀说法而来安尼，我知影。啊，所以咱这么是修背嘛，修背中间咱才根据佛陀来去修安尼，安都袂错误。咱若是按照佛陀精神来修，应该将来咱是个个皆成佛陀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呢要有哪无，可能会拖刷。好、哦，后来弥勒尊号，好、哦、好。哦